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中医上认为，老花眼是由于五脏六腑的自然衰老，脏腑精气不能上疏以濡养木桶所致。庆幸的是，我们人体自带一个不老穴，刚好能够缓解老花眼的问题。晨光穴位于膀胱经，具有清热明目、祛风通窍的作用。当头顶传来的凉湿水气进一步受热胀散，按揉晨光穴就能够促使气血快速进入眼部，清除老花眼的种种不适。晨光穴的位置位于人体头部前发际线正中直上 2.5 寸，这个是两寸，要在像半个手指这样，好，定住再旁开 1.5 寸，也就是两个手指这样。这里就是晨光穴，好，这里就是晨光穴。按揉的手法，搓热两手的指腹，用食指、中指的指腹对准两侧晨光穴，做顺时针方向按揉，持续1到2分钟。长期按揉晨光穴、不老穴，眼睛就会一天比一天舒适，老花眼的问题自然就能得到改善，日子就能过得舒适痛快。好，内容就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